看一下谁。我没死，我还没死。啊，对面机器人啊、哦！妈，傻逼！撑、哦、住啊，撑住啊，技能！386，剩一线，你们加油！不知道。嗯？哇，后台过来了。嗯？我剩300，我剩了啊！干！要关掉。有啊。其实今天才40级。哎、欸，我的符文呢？我的伤害应该是有打到啊，我的伤害应该是有打到啊，应该有重科，至少是有最高了。你说的，我刚才摸鱼在啥呀？你看他吗？神级辅助，朗德，我鱼得打到一发。怎么送花？我在世界屏讲话，靠边，我看到有人讲神要花花。看我在世界屏讲话。我鱼雷一发好像3000多，我鱼雷哇，因为我不是驱逐吧，驱逐鱼雷才会一发10000多。靠背，我现在四打，两边都上四打，先打5个月，谢谢。末世帮会没马路，没办法。他们刚有一招剩一点点血，我帮会一下就满了，门派一下就满了。哎，可以升级了。刚刚躲在很后面1200那一招，那招驱逐。哎，我花现在多少啦？23000了，太神了。现在在外围包围。C A E S A R 一，谢订阅。他一次发他8发哎！我说刚刚你韩服什么排位啊？韩服钻钻二吧。如果我是蛮王，我就不会死，我会开大。我们来找位置，找位置。几号抽奖啊？嗯，应该是12月底吧。圣诞节前呢，会抓个圣诞节前给你们抽，抽完让你们去过圣诞。我太早按了，我一开始只是报销，是同步就没抽啊。修理的那个进阶是他同步吧，觉得同步吧。按谁订阅时间呢？哈喽，坏人呢？这个可以打 U 安安啊，安安安安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玩的是战舰世界哦，在画面上面有一个邀请码，如果你还没有注册你的账号的话，可以吗？输入一下可以拿到500的打不动，真的有阿布隆里面的钱，还有 YM， 还有一些船位，价值应该是1000打不动以上。哦呦，非常明白。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优，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优。你不用从他这个哦，一个拼超高。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都超卡了，120拼算了，当打美服好了。你现在右边没有一队弹幕在追击，你现在有外面太高了，各位，外面有三烧，我们的队友在右边，你往左边转一圈，然后我下午排就大概70吧，60-70，感觉需要去装个 VPN 之类的。因为你的队友现在全部都在右侧，队友在右侧。120多，这个时间很容易这样。可是你后面有 kill wins， kill wins 现在剩4000多滴血， kill wins 可能顶不住。你们这边其实是被对面追击的，你打到那刀那个 slow Nora 吗？ Nora 其实剩400多滴血，他快掉，他快倒了。你在打 Jurin 哦，不错，你们现在三招在打 Jurin 哦。我们应该是会赢的，我们另外边的主力队已经冲过去了，我们主力部队已经冲过去了。最乱的94，可以爆一爆。他们现在其实在打别，那个 Jurin 还在追击你。那不要这样。哦，我们的 kill wins 是倒了，丢位置倒了，应该 hold 不住。我靠，我们有一招驱逐直接冲到近距离去干他们。你看我们的驱逐那个 take combo， 我觉得你可以往右边，你要往右边回去，你不要跳那么高，玩起来痛苦。Top 一，你会帮他弹两下。因为特朗德被动是会回血，所以前置要开始很强。你现在往前开，你要冲到墙头，你要转。WSI818，谢谢订阅。他们是说订阅回音，自由啊，可以把声音关掉。对，这也可以。那你们都怎么听那声音？一样啊，就是需要开一遍，然后这里我都没有听。那边的同事先去撞头，还是你的是枪声，所以大家以为是很多枪声。看，这回音会很明显吗？有没有可以跟我讲一下？形容一下。看一下另外一边的画面。高清版80%，是在我们上面嘛？有一个 Fighting World， 傻逼，傻逼，傻逼。发动好快了，
傻逼。你还是往回调吧。角色真的很强。哎，我觉得有差哎。新天赋配起来的时候，是三个人，三个人的，又回一回是，就地狱人都演的声音比较有关系。新天赋来，手伸到手，后宫给影响。有影响是我吗？他们现在都躲在里面的岛屿。他们要跑，他们要跑，现在又要干掉他们一场。有啦 ，PASSD 要打了。这边打狙击哦，那没品哎，保持好安全距离，吸经验。100多，我们上号了。我上的时候大概就是七八十。哦，我最后是打的，打到了。我操，还有一个 gank 中，没 gank 到，都回补了。W 一大波 strike 哎，听说他拿了两，他直接超 kill 吗？张博也在密一个屁啊！要赢啦！终于要赢啦！这转度怎么样？感觉是打的蛮久了。这抛物线怎么样？刚还有一个防守秒的面，不用手机看就完。他只能僵在地图上。我先第三点啊，正点对不对？正点啊！再组第三台，只为了他。没有电台啦！老八，就毁灭吗？觉得要送其他人花，让露西姐姐、科斯才对啊，米加纳。你讲呐？到底是不是我的？哎，他们说那个没啊，别嘴炮，要到上线了耶！不要让我 cos 啊！我们的可爱的饭被溜了回去，有点惨。大概有小输一波，不过没差。他回去就会等于另外一个结果，就是我肥。OK。他有在留言会抽王小猪的500大不容，也是不差不多哎。他待会我关台，我关在电之前，我也会。我操嘞，好像不大妙。好险他妈移我身上。你过去911了啦。我他妈想要耍白目，结果没想到。被耍的是我啊。那就没有 OK。跟我开玩笑。接下来射不到都是我的问题，这样。你知道吗？他已经被队友打爆，你还在后面，你在闹哦。想耍白目，然后就白目的是我。三，你是低能儿吗？干，你们看那个就叫低能儿。干，你真的是低能儿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哎，我成绩也不差吧？我这么早死，我只是第十分哎。啊？你看，我也是打了，我鱼雷一发8366，先不买眼神了。我靠那一发鱼雷赚的分数。但是这句话只会好一点。我鱼雷一发就8366了，哈。为什么你这边看不懂？我大概10000。这机器人也没买眼神，所以还好。他多了一个紫眼而已，给我多他一个红水晶。AK 哥嘞，不知道哎，他我也真的不知道他的分数是怎么算的。AK 爽哥。哦，屌虐！你有没有奶加倍啊？哇，看起来要死了。哦，没死。六级的，你要再玩一场是不是？我剩六级哎。我操哎，这饭这边看上路，每次都被拉走。我还没有广告。我没有这个。当我拿下这一款冠军之后，哎，这可以干嘛？可以。他说有那个海奇可以用，为我诅咒时光机提升实力。是，他都可以付100带到不虚报的同时，一起收钱。哦。他说好像可以用，这应该是一场要消耗一个。你有没有拿到？你剩六血吗？有点惨，我刚刚是没挡到，我很努力的在塞。花死了是不是？刚刚注意看。哎，干我这也不糊了，我三杀哎，三杀，简单，真的简单，这个真的有杀，真的有杀，真的有杀，那个射击的感觉。拿花九幺零太好，九幺零太好，我考虑一下，还能使用这个可以，怎么会射？对，我来考试可以。我们要不就转了，好吗？哇，不大妙。对，我刚刚有拿到一个战旗啊，开始止战了。不大妙啊！不大妙啊！我知道他有个升级，那个大局感觉不要开啊！
哎，不过没关系，还好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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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还好。好，我帮你啊。我知道，那边可以花钱买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买吗 ？NTI 要什么？你要中哪两个？中哪两个比较好啊？主要是抢的。朗德在打，我没有中攻击的，反打的时候是相对弱一点。他在主动进攻上比较强。可以装攻击，速放修改。主动攻击上的特朗德就很强。这边叫得到优酷，我也是看到。哦，我都设置了修改。我要装哪一个？装主炮的。Uber。哎，他是不是买了优酷？他是这种。然后赶着过去，哇！一个柱子，哇！靠背没助攻，靠背啊！下面弄不？大夫，我自己看我自己。大哥回去，五方之二的融会转，好，有他讲好。哪有 TP 的？你们冰旋风还有一杯是谁啊？计程车起来，哇！发薪水了，还有玉米浓汤哎。那那那那那，我要充的钱应该是六汤杯，六汤杯五百。我操嘞！为什么犯不过来啊？哇，我真的被犯气死！就是以前的你了，对不对？白痴，我这他妈超神的，真的跟你讲，干！不要这么快，不要这么快！他跟我说你猜到的时候，就你应该是买其他设备，就是我玩这个感觉，还是好，还是好，真的还是好。这不是自我安慰，真的好。但那个范刚刚早就该来了，他还让他直接这样横过来，死去。啊，有拿到一个小洞。30秒。干这个范在那边吃冰，是有过八七的。可惜可惜。龙有被拿掉吗？龙没被拿掉，还好。15%跟45%，好，20%不会走。那我还是开2600好了。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。我以为大概80%的。上一个退学的没有那么久。没有啊。好，10秒。我要进洗宅哦。我要进洗宅。你要进洗宅。台湾网络那么快。可是这也不是。然后我跳到2600，这边二打二打起来会赢，所以没关系，我这边直接猜直赢。拱手让人，直接猜直赢。现在的我已经腰不是美国人，无影飞，群中中群中，再过一场，基本上人中，这样就常常会忘记。哎，我觉得等一下，中方中路哦，中路在上，好，我以为中路不见了。电刀配电刀，电刀，它多一个十字镐，我们应该还是会赢啊。范的威力比较强。Okay, 那我们来看这五件好了。对啊，你认识这五件的。哇，这样能靠我们自己嘞。这小炮出电刀，我也是看不大懂。只剩我们，只能靠我们自己嘞。你被拿了。这有飞机的飞吗？吓死。没有。白痴，他真的是当我的傻逼耶！我这个顶有没有？白痴，他竟然觉得他打得死我！我天啊！这影片不够花画质的吧？错了啦，对吗？觉得不错。够累啊！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调低上手了吗？那到我们就当一个小朋友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当小朋友。来剪尾刀，那觉得我大师弱哎。我们最想出，纳尔是出输出装吧，他应该是要出黑切，然后中路是李星已经四个头了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塞物防比较好一点。
AP 可能成长的速度没那么快。我操嘞！哦，吓死！这个 MBS， 接下来就是蹦极了。绑个，绑个，绑个！我这个，哦，吸个，吸个，吸个！我操！要把红 buff 拿走了！白痴！要把红 buff 拿走了！看这低能的。我们等一下可能先出物防装，物防装可能还是冰心好一点。啊，试一下这件装备。我看有几个选手好像会冲这一件，直接冲三只眼，好像还不错。这件装500滴血，超强的。你买这件装才450滴血而已，500滴血，这样就失去了一个主动招而已。哇，范哥哥，范哥哥真的也是动脑残的。他真的是傻傻的。那个没动，没动。都还有十二公里以上的，87耶啊！乱打哎、欸，乱打哎、欸，在那儿。随便喷，随便喷。nice。2035是1650谢定远。这条路的到底，我操！我们要闪人。妈的，这个翻菜皮吧。那个资源先别拆好了，太危险了。翻跟傻逼一样，三四一。消边。好了，放别的。我们要直接冲 B 点吗？刚刚鱼雷来了。他们感觉真好。我放歌。干嘛？湖南是不是啊？哇，奇怪的动作啊！69不拍一下。我们打一下上路线。哎，好像感觉可以打下路线了。下路线这个87应该会。一直想要推。还好还好，我们这边直接从后面进入，因为他没有那个任何的 TP 手段，然后我这边应该被看到了。好，给他一点压力 ，OK。他只要不点这个塔，对我们来讲就赚。好，往上靠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下路是两个嘛，所以我们现在立刻往上轮转，就有机会打了一个多打少。然后虽然我这边被看到了，不过没关系。他们下路就会有一个反应，看是要带副饭。白痴，这个饭真的在欢乐颂，他最好是这样走出去哦。真的是低能儿。那个饭真的是低能儿。他最好是就这样走出去。刚好有鱼雷飞过来了，我听到鱼雷的声音。刚有鱼雷，刚我中鱼雷了，靠背，我进水了，我进水了，没有，干了吗？啊，你冲在前面啦！好了，对啊，那样我提醒你一下，我应该爆，我进水了。拿他吃龙，上塔应该拿得到，下一波。爆了！我天！看一下他会不会跟踪。送走啦！好像每个牌都在转。送走啦！吃下路，然后推下。我这边比沙刚还准。我们先趁着他人不在的时候。我打那个退学员都比其他人还准。我打三千，要不然我打一千六。我重开一下，然后两个一起同时转。下路应该有机会点掉。他小炮在中路。把这边先铺一下眼。也太精致了吧！难过。看到人要跑。我叫我影片好像没有调到视觉，难怪我自己觉得。看一看这个话就是很热。OK。
好，林飞又练台啦。摸石比起你，我更在意你室友在说的69是什么意思。这个了。公差小，69就是数字的问题。耶，我希望大家楼顶一下。你就直接爆炸哎、欸！吗？我们现在已经爆了四艘了。我们上传不点击。你这种就是不用再打外围，现在打外围了。嗯。100，机器人傻逼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可是我们不能签三张，就是你就签两张，然后分开。对啊，两张。那我们一条当防火墙。哦，差点差3000多。一条当防火墙的我输了。靠背没顶到，哇操！在，没关系，他要还了。白痴，他怎么交闪现啊？这个柱子。这个顶，嗯，直接咬一口，撑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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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自己电脑都跑不动。哇，我刚刚柱子没顶好。自己电脑跑不动了。对啊。我自己电脑跑不动。你顶吧。抱歉，因为我还开着热裤子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拜拜，待会见，待会见。拜拜，哎，你在家玩哦。对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煮完了吗？成功了吗？目前把它，你时光机成功了，是吧？哦，我应该跑掉吧？没事没事。我操嘞！就只是一次降，降了一次而已。右啊！右边。哦，要这样哦。哎，真的？哎，有吗？变自由视角了吗？推推。我觉得他打变形金刚车带走。变形金刚的画面太乱了。哇！这王者是在原地啊。动不了了，哇！哇！哇！哦哦哦，蓝宝没到，哇！走走，拜拜拜拜拜拜，猫也带走，猫也带走了是。哇！一点还没站，太阳脸是。哇！好，拜拜拜拜。感觉不大妙啊，这场。固定在同一个地方，不是啊，这几波。你要闪的话，你要不要跟古拉几打？知道我们好像有关系。没有，我八九，他们不同地方哦。因为你他去飞车，他们有快速道路啊，不同的地方，然后会更。助手住哪？助理。哇，助理还来这里帮你弄。哇，他死剩最远嘞。对啊。在气什么啊？我操！方向键控制，自己也会转。对啊，我哥姐姐。还是发现好玩。蛇手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四个眼。新的气象有沒有。哦，这还要玩一圈机关啊？这也是四个眼，这三个眼。节奏超伤，我们要吹来了。哦。节奏超伤。接下来转，再提起来。我们要2500人。那跟谁打？再转可能就崩。他在对。再转，再下去。实况机的问题。实况机。没有，我也转啊。有观众看的都在转。别再分推啦，脑残！我操！哇，这个 TP！ 刚刚前一场，好啊好啊，那你就是也不是每一场都可以拿第一的。对啊对啊对啊！这场天我看看，天龙大家看不到太多小招。好，拜拜。我不是那种很喜欢就是拿设备当借口的，事实确实是如此。哇，放钥匙。换了一张显卡。哎呀，这个AD 到底做了啥？这 AD 真的不火哎！所以有够慢的，
唱极限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的他妈的那夹子夹不见了。我夹失去那夹子嘞。我听到鲁鲁用开路在看牌。哎、欸。他妈的，我直接！啊，这里直接放位摊了。哎，现在没有看局限。为什么要看我？因为我要去等计程车。高画质局限。哈哈哈哈哈！皮皮好像也在，也在已经在开局。你知道我压力很大哎、欸，超肥，超辛苦的吧？局限。白痴他妈打我！哇，没招死！哦，这里是阿神。别啊，别打、啊！高级没有一闪，但是蛮有力的。哇！我觉得是我们上传不够。哇，真的是欢乐颂哎！TP 过去送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改到吗？你用哪个字看牌？我用旧金山。那一样。主要的主旨是大家互相的观察，每一个海面。好的。看哪一个海面。啊，为什么我们江哥死了啊？哎呦。哦。Oh my god。Oh my god。啊！啊！哎，好废啊！有一个软体叫做 FIA。他还在奋战呢，干我还没有输。这大绝。好，换到了。好，死去。这一幕结局就比较出剧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招，腰扭的不错。走过啦，走过啦，啊，都过啦。就这意思。都过啦。现在特别刺激。但我是没攻击力啊。中路靠一下。我干，这乱打什么啊？我队友，哇操，真的是超白痴的。我的天啊！加入进去的鱼雷了吗？然后直接越过他，哎，这是想要想买一个神风吗？我一部新的买哪一个？怎么办？好神哦！我这扭腰搞了。你也去吧。搞完就不知道，就问你干嘛？真的，我 VM 二四八。哇，你还打一百六七的分数？为什么刚刚机器人会收不掉啊？近爪零伤害。感觉收得掉啊！我真的觉得资讯在的应有约啊，结果没有杀，结果不需要挑那种特价的。因为我怕用分剑。这边斩长说会便宜的。这边打雷只有 TP， 应该有机会哦。我们应该可以升兵吧？我们都有兵吧？哎，还有98颗。干嘛？靠背资讯来这种事？哇！哇！五万，哎，车来了，五万，车来了 ，Hello， 哈哈哈哈哈哈。Okay，
单个打的。嗯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这泰坦都解决不了。Go。不要在那边断啊！大家加油！我现在认真场不乱嘛，但是你们真的都好强。嗯，在认真的时候就是为什么？哦，黑 PHD 跟妈的那三位都在我这里，没办法啊，他就是拿枪我对到 KB 吧，然后他就要拿枪吗？高清高清台，没撞到爆。嗯。我怎么看承受伤害啊？我今天应该会再打，至少半个。要干嘛去打？如果我一定会排到吧。如果你真的都没有排到，对，这都只有经济而已。后面实况的一幕，我待会下一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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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要乱打，不要认真打。胖子。所以我这招你们建议我到底要不要？我周遭现在不要对照，现在就是你知道我有录影吗？在想。